及时已至，关心大人，总有一天会在未来再会吗？关心大人，不，没什么，我们走吧。旧历73年，先皇崩于御兽之乱，皇太孙关兴即位，改国号为皇，大赦天下。二皇子启安娜智取奸臣，护国有功，关兴封之以北境70%，领天命侯。将军幽兰，国之柱石也。关兴欲封城数十，赏金数万，皆拒，乃自请长缨，戍守西域，终生未入皇城。帝国历7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。宰相立塔上书，请追关兴尊号，曰圣贤王。帝国历68年，北域蛮夷兴兵犯境，圣贤王御驾亲征，于北伐途中身染寒疾，久而未愈。帝国历69年，王摄政斜谷川，请北蛮七王一统天下。帝国历72年，王孤身再访海底祭坛，不知所踪，宰相立塔暂设朝政。帝国历937年，天命侯31世携北境诸郡起兵谋反，自立国号西克扎尔，与帝国相抗于白壁雪原。帝国历991年，帝国北伐西克扎尔，未得天时，败于阳平古道。此役过后，帝国上下再无人言北伐之事。同年，蓝海诸寇于帝国北伐之时突袭南岸诸城，取大小港口共13处，劫掠财宝无数。帝国历997年，蓝海诸寇结成耶梦加德联邦，自此天下三分。帝国历998年，宰相立塔欲寻海底祭坛，以求护国之法，为国。帝国历1000年末，海底祭坛重现世间，三国之乱由此而始。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此虽为世间定数，然吾皇国千年基业，亦不可于今日断绝。唉，只叹吾虽有逆天之才，亦须假意是英杰之手合此乱世，实乃憾事一桩。哼，也罢，是时候再会了。吾有其时已至，其阵已盈，七星灯起，飞开门明，以此为戏，吾唤汝名；以吾为戏，汝当以应。奇怪，咒文还没有念完，怎么会？